的计划，尽快打入卧龙堂卧底。嗨，大轩，您是不是把这歪把子机枪和这机枪手给我留下？我是去卧底呀，我总要给他们带点见面礼。好吧，机枪手来做掩护，其他人撤，其他人跟我走。二叔，哎，那两个鬼不让我过。好，二叔，日本人保不住，要想拿到麒麟铁，只能靠日本人了。二叔怎么看你就怎么看。明白。快撤，保安警刘部。乔大哥，这不是田部都统吗？大哥，你可想死我了。九一八之后我就拉队伍上山打鬼子，没想到队伍打散了，我又被通缉，没办法才跑回了关内。其实我就是来投奔大哥的。好样的，打鬼子你是早了一段时间啊。这位，哎，这就是我儿季山呐。快，见过二叔。见过二叔，乔季山。二叔您真是厉害啊，这见面礼就是一挺歪把子。哦，喜欢，拿去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啊，六子。见过老堂主，这是我侄子小六子。好，好，好，走，回卧龙堂，把酒长聊。大哥，请。行，哎，行，行。为了庆贺击退日寇，卧龙堂啊，照例举行了比武大会。有两下子的小伙子呀，都愿意下场试试。呀！呀！现在实行的是玩枪玩炮，季山的枪法可不错，要不你验一验他的枪法。挂靶。仗义疏财，大哥，真有点你的风格，大气。那五十块大洋算什么？那是五十块大洋啊，卖一辈子猪肉都挣不到。哎呦，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，财迷？你要想买件纺绸大褂，到多少年都买不起。这为师就要说你了，大力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咱娘想要几件纺绸大褂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啊，你把钱都给撒了。我有那么傻吗？啊，看。
嘿，妙手，走你！大力，嗯，给你，给我了。当然了，大力，给咱娘啊，多买几件网球大褂啊。哎呀，少爷，大力没白跟你。这可万万使不得。咱俩平辈之间，你这一跪，不对了。别人说咱俩是主仆，在我乔继山心里，咱俩是兄弟。啊，我呢？当然也是兄弟了。我问赏钱呢。你不缺钱吧？当然缺钱了，皇上还缺钱呢，你妈缺件褂子，我爹还缺养老的院子呢。什么意思嘛？哎，那兄弟我也要公平。漂亮了，那我就告诉你什么叫公平。大力家境贫寒，而且今天上午在擂台上骨头了半日，你呢？那我还帮你那个。你帮我什么呀？你说你帮我什么了？不要了。杨妹妹，要不咱俩平分吧？不行，不要。大力，揣着。那我就先得着吧。你就赶紧啊，到城里去，多买几件这个纺绸大褂，让咱娘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换着穿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县城买。哎哎，我这大少军送来给你们顶记啊。哎。怎么着还不高兴啊？我知道你要钱干什么。哎，想炸咱们木楼的坏人。这样，你呀，在这儿等着，他一定还会回来。有什么消息，你告诉我。快点儿！清早起，奶奶喝酒不叫，梳一个油，头被发香，脸上擦，顶头发粉，好点的衣。谢谢你，不要说谢，太三分。富贵啊，你看你这手怎么样？好啊，翻掌跳姿，跟身随情，全勾在心，妙趣横生啊。我是问你他长得如何。好啊，你看十指纤纤若削葱，长在香罗翠袖中，多嫩散啊，吹弹可破呀。那你就没觉得他少点什么？哎呦，那我可要心痛死啊！少什么了啊？呆子，亏你还是留洋回来的。
小算愚钝，还请海棠小姐提点。那洋男人喜欢上洋女人都送点什么呀？戒指，你少了一枚戒指啊！啊，那下次来看我，知道该带点什么了。堂主夜巡，起火点灯。昨天打了个胜仗，可是我爹一点都不高兴。信使快到，查看四下，莫出差错。他知道日本的盗墓贼一定会用更阴险更疯狂的行动夺取麒麟铁，但他就是想不通，这盗墓贼会从哪儿下手呢？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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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在这守着啊，我会回他去。兄弟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你是谁呀？我谁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看热闹的。看热闹？哎，兄弟，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可是炸弹。你小心误伤，别看热闹，快回家。你这是要炸什么呀？炸栏。可你这对着是个木楼啊，那上面全是门。你可弄清楚了，别弄错了。那能错吗？乔忠义不就在上面吗？乔忠义就是狼。哎，我问问你，你这是为了报仇还是为了求财啊？报仇。兄弟，好样的，这老远你都能炸住他。你等着看好戏吧，啊！行，我看着啊，哎，我站旁边不会炸着我吧？小心误伤。谁让你开枪了？啊！哎呀，我没想跟你争功，我这不一不小心我就……你真行，回头又说你帮我。啊，我不，你又是谁呀？你们俩干什么？是不是坏我好事？对于你还说是好事，对于我可不是。乔忠义，是我爹呀。我。我叫乔继山啊，卧龙堂的少堂主就是我。克星呀，高看了。兄弟们，嘿，这少堂主说是炸猎物，炸猎物。对，堂主，别提他了。姓沈是不是该到了？
朝天柱，亮子红半边，接火。要想跟我拼的话，你先过了我徒弟那关。乔忠义报仇，为何人何事啊？乔忠义杀了我爹。我爹除了杀这个小鬼子汉奸，只杀盗墓的。那就对上了。我们家祖传的买卖，刨黄的坟头。你真是盗墓？那你爹属于是撞在枪口上了。苍天无眼，命里一颗星，复仇难报呀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嚎丧了，大半夜你在这儿狼嚎过来。忠义兄，据确切密报，日寇将以精锐对西陵镇倾向扫荡，旨在找出麒麟铁遗迹。有劳忠义兄明日取回麒麟铁，慎护，令堂中有内鬼早日剪除。来啊，传二堂主。报堂主，二堂主县里听戏去了。什么？老大，肚子饿了吧？我请你吃夜宵，好吧？我累了，伙计。哎呀，别，我走了。不要太累啊。出去这位是戏痴呢，还是情痴啊？你呢？啊，是戏迷呀，还是财迷啊？回答的妙，我是想说呀，现在是遍地狼烟，要说这外边的戏可比你舞台上唱的戏热闹多了。但凡还能进来听你唱戏，绝对是铁杆戏迷。大。找他到底什么事儿？要扫荡的风声传出去了，东西有可能转回卧龙堂。嗯，留心。
父母。三弟，嗯，你滚！是人是鬼，明天就现形。王顺民啊，我看你是条汉子，今天我就跟你讲讲道理。你爹是死在混战之中，啊。跟我爹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知道我爹现在是什么人吗？那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，啊，王顺民，你要现在杀了我爹，你杀了我爹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心里清楚吗？汉奸，对，汉奸，狗汉奸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汉奸，我不是汉奸，你不是汉奸，你把你那堆破玩意儿支到小鬼子炮楼前炸炮楼去啊！兄弟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啊！如果说你想报仇，没有错，可是你不能赶在这国破家亡的当口，不合时宜啊！我叫乔继山。如果说咱把小鬼子打跑了，啊，西陵只要还在，咱俩接着玩攻守。我说的够明白了吧？喂，好了。哎呀，如果说他爹姓王，那他可能就是王嫡叔。嗯，上回死在护林队手上，那应该算误伤。爹，亮亮还等着我呢，他呀怕你责罚，我给他送个信儿。去吧去吧，哎，那我先去了。二叔，哎，进城了。继山，大哥有何吩咐啊？哎呀，老二，你又进城看戏去了，你可真有闲趣啊。大哥，我就好这口，三天不听心里咯噔，仨月不听，我这心里能焊出一道裂缝。大哥，有何要事啊？方才啊，伏虎兄遣快差抵密见，让我取回麒麟贴。取回麒麟贴？对。老二、老三，明天你们俩一早一起下山，去西陵寺庙找方丈，取回镇堂之宝。得令。你们二位听好了，一切都听方丈吩咐，不得有丝毫的闪失。明白。堂主，您呐就放心吧。那就有劳二位贤弟了。卧龙堂中有内鬼啊，这是我爹万万没想到。他打算第二天利用西陵寺老方丈来查一查钱玉坤的体，但这个钱玉坤却提前将消息传出卧龙堂。方丈他妈，谢谢你。好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谢谢他。什么事儿愁成这样？哎呀，爹要是给你派一个有担当的事，敢做？敢啊！今晚五更出发，埋伏在山间古道旁。等天明了，你跟踪二位堂主，
暗中查看异常，绝不能暴露你的行踪。明白。老天，那我是一直跟着他们？不，就跟到凌云观，但绝不能入观。爹，如果说我路上遭遇了强敌，无论发生了何种意外，在何时何地，包括强敌，你都不能现身参与。记住，午后直奔镇上找算命先生裘半仙，到他那儿讨一副卧龙堂的战卦，完事以后尽快回来。卧龙堂的战卦什么意思啊？你只管这么做，我等你拿回来东西。哎，我去了。记住，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记住，保密。你干什么去？干嘛不带我？深更半夜的，女孩子家家的，你乱窜什么呀？夜深人静，贼天下呀！我是弄薛的女儿，我不半夜出来溜达，我什么时候出来溜达呀？我有非常秘密的任务。秘密？我爹也说有秘密任务，也不带我去，你也不带我去，你俩都不带我去，那也行。要不你……你肯定要是手痒痒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是去赌馆身量身量耳力练了几成嘛？学亮了，回去。不，我不，我不，我不，不，不，不。哎，我说姑奶奶，这女孩子哪有你脸皮这么厚的？我是你兄弟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真想抽我自己。走吧。好，各位保重，静候佳音。好，师兄，请。你说你这么一大姑娘，一个人走路也不怕给人劫了啊？真巧哈、啊！巧，太巧了，变大家闺秀了啊！穿上军装子弟兵，脱下军装老百姓，本来都是一回事。你那歌啊，唱的还不错，这人呢，漂亮了。哥，哎，有事。有事等会儿再说。这儿怎么还藏一人啊？跟班儿啊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哎，别，小丽莎，我要去找你爹说点事儿，我就不在这儿等你了啊。哎，别去，我有话要问你，别走啊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哥！哎，薛亮来，我说你真行，真行。我这说正经事儿呢吗？正事儿啊！啊，歌也唱得好听了，人也漂亮，你怎么一见他就那么多话，那么贫呢？我愿意行吗？我愿意行吗？乔医生，哎，我走了啊！你别去啊，等会儿我马上就来了。你要是去的话，我就把跟班辞了啊！我把枪给你，你让他给你当跟班吧。你不怕坏了规矩？去去就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小姑娘，有点吃
婆，你以后跟我严肃一点。我是八路一团群工部的联络干事，我们之间只有工作上的往来啊，没有任何关系。赵花，像你这么一位母老虎，我就是娶回家去我也伺候不起，供不住。我跟你说，乔姐夫，我要是顾及面子的话，我就不会当八路和卧龙堂的联络人。我们要顾全大局，我不在乎，你也不该在乎。我爹在乎，卧龙堂在乎。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现在讲究的是男女平等，对吧？你守灵那是你职责，但是你不能守着一副老思想不放，那就是罪过。我乔继山就是一个古旧的人，我是提醒您。提醒我什么？别伤了老人家的心。所谓苏有艳遇林娘子，独自去也。再来，各位下注，下注，下大赢大，下小赢小，下的多赢的多，下注。小。还有下的没有？剩下两个烧饼钱，不下不甘心，下了饿肚子，吓唬不吓唬，还真是费思量。值俩麻钱翻不回来本儿，留着买烧饼不。运势流转，各位下注，下注，下注。跑哪儿去了？你说你们这现在这女孩吧，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。这个你先甭说了，我刚刚那话还没跟你说完，来你过来。哎哎哎，赵花，干啥？我没时间跟你扯，再见啊。古旧，站住！哎呦，你偷还不够，还要跟出来抢啊？你输急眼了吧？说什么呢？你刚才掏了我4块银元5个铜板，是不是？我手里确实有4块银元5块铜板，不过你拿的要拿脏吧？你无凭无据的，凭什么说我的就是你的呀？我是看姑娘你呀，身正谋名，衣着齐整，除非是万不得已，是不会出此下策的呀。这毕竟是不良之举啊，这要是被你爹娘给晓得了，你可说？哎，打住啊！这就是我爹教的。祖传，怪偷世家呀！你少见多怪，不就是施舍了几块大洋吗？你看你那样，大钱叫赌场收了，你有本事再赢回来吗？那才叫男人呢！我要是有那个本事，我何至于狼狈如此啊？那我教你几招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偷窃的事情我是从来不做的。少啰嗦。想不想赢回来啊？哦，那是当然，报仇雪恨亦乃君子所为。那就闭嘴，跟着我下注就行了。太啰嗦了。行不行？
摆定离手，开开中，一赔五，赢了。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四个铜板，四个铜板。再来。下注。青兄啊，你们先走，我先方便一下，一会儿啊就追上你们了。啊，刘队长，你们先走。在后面呢。呀，你小子太不小心了。哎，亮亮呢？可能去镇上了。哎呀，季善呐！哎，三叔所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我想亮亮就拜托给你了啊。你这怎么了？别吓我！哎呀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你赶紧把他找回来。哎，拜托了，季善，拜托了。三叔的那番话呀，就跟临终遗言似的。弄得我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，这个亮亮也太不叫人省心了。这怕哪到哪儿啊？这最好再收了。都说庄稼祖本大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能放多少血。是谁要放血呀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管你什么事！哎呀，这要东西！我天化人，成何体统？接着追啊！偶尔打一次架，还真是痛快啊！我跟你讲，快哉，快哉呀！哎，知书达理，读书人，你为什么要赌钱呀？不瞒你讲啊，我是因为囊中羞涩，可是呢，又要给我的红颜知己送一份大礼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去赌场铤而走险。给谁送礼？就是我心爱的女人，现在城里人啊都叫女朋友。枪拿走，人都跑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怎么，相好的不要你了？我说亮亮，你真行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啊！我只想抽死你！你坏了我的大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怎么就教不？这位兄台，跟女孩子讲话呢，要有风度，要有礼貌，你晓得吧？我只是再说话，我弄死你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你跟我生气没关系。假的，我还是要假的。哎，你烦死了！我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。亮亮，你跟我生气没关系啊，但是我现在说的话是你爹让我转告给你的，赶紧回去，出事儿了。
轻轻的风，蓝蓝的天，太阳藏在云里面，红红的花儿开得额艳，谁人把它赠红颜，忧伤的心，人生离别总难免，心上的人儿在心间，天涯海角永挂牵，我是风筝，你是线，线的那头Yeah.